我国在今天又新增了2例境外移入的新冠肺炎个案，都是在菲律宾工作，因为返台前出现了症状，在机场主动告知，采检之后确诊。指挥中心表示，这2名个案呢是搭不同的班机回台湾，回国前几天出现了上呼吸道症状，而其中案454男子还有嗅觉异常，各自匡列了接触者进行居家隔离。另外，7月15号从台湾搭长荣班机回曼谷之后， 呢，却出现发烧的6名泰国人士，经过了当地的采检之后，幸好结果都是阴性。 指挥中心临时召开记者会，因为国内新增2名境外移入个案，都是从菲律宾返台的国人。案45320多岁女性，去年12月底到菲律宾工作，7月14号出现倦怠、喉咙痛、咳嗽、有痰症状，隔天入境之后主动告知检疫人员。目前掌握到这名个案在菲律宾当地的同住室友会在17号返台，另外跟他一起搭乘同班机、坐在前后2排的1名乘客也需要进行居家隔离。还有6位并未入境的这个同班机的机组员，那我们就会透过 HR 的部分通知相关的国家。还有1名案45440多岁男性，也是在回国前几天突然发烧，甚至出现嗅觉异常，在返国采检后确诊。相关接触者12名同班机乘客一样得居家隔离。这2起个案入境班机不同，同样引起关注的还有6名泰国人从台湾搭机回国后却被测出发烧，指挥中心迅速掌握他们的身份，其中有4人是移工，1人是新住民，还有1位学生。泰国官方采检结果 出炉，6人皆为阴性。在台湾，就是说，在上机之前，他进到机场都是有做红外线的温度测量了，体温有没有设的比较低一点，我们不晓得啊。 这也是一个因素嘛。怀疑是对体温的监测标准不同，泰方为求慎重才会通通采检。幸好6个人都没感染，只是虚惊一场。记者魏婷、洪明胜报道。 新冠肺炎的疫情持续延烧，巴西跟印度成为了全球确诊数第2跟第3多的国家。巴西确诊数宣告飙破了200万例，死亡人数超过了76000人。但是巴西政府的防疫态度散漫，总统波索纳洛毫不在乎，结果自己也染疫，民众也轻忽防疫措施，恐怕疫情很难控制。而印度6月份解封之后人口大幅流动，加速了病毒传播，也宣告飙破了 100万例，那么医疗系统濒临崩溃，许多的省份也再次封城。不过专家担心，印度筛检量严重不足，恐怕会再度出现疫情高峰。 There are now more than 2 million coronavirus cases in Brazil. 巴西疫情刹不住，确诊数不到1个月翻倍，宣告飙破200万大关，死亡人数超过76000人。光是16号单日新增确诊数就超过45000例，死亡人数增加1322例。 疫情严峻，但巴西最有名的确诊者总统波索纳洛依然轻忽防疫，一心只想复工拼经济。4月遭解雇的巴西前卫生部长曼德塔警告，如果政府不带头防疫，人民只会对确诊数跟死亡数越来越无感，疫情恐持续升温。A falta de uma liderança política clara que fosse convergente, que ajudasse a população a cumprir. 传染病专家估计，巴西疫情尚未到达顶峰，而且筛检数量不足，实际染疫人数可能是通报数字的5倍，甚至高达10倍。至于印度的确诊病例也突破100万大关，登上第3大疫情大国。India right now reporting more than 1 million COVID-19 cases. 印度6月解封后，确诊数直线飙升，仅仅2天，确诊数就从90万增加到100万例，单日新增确诊数屡创新高。 原本重灾区只在孟买、新德里等大城，但解封后人口大幅流动，病毒侵入医疗资源不足的偏远地区。Though the spread of infection in the metropolitan cities is peaking out, but it is spreading to smaller areas. 眼看疫情持续升温，印度许多省份再次封城。不过，印度专家呼吁应加强病毒筛检量，并密切分析即时数据，否则再次解封后，疫情也无法受控，只会持续恶化。林奕奇编译。日本东京的疫情持续升温，在今天再创新高，新增了293起确诊病例。眼看东京的疫情节节上升，日本政府22号要祭出的国旅补助方案也出现了法夹弯，决定要排除进出东京的国民，取消他们的国旅补助。也就是说，东京人出游不能够领补助金。那么其他县市的人如果选择要到东京去旅游的话，也领不到。希望能够借此缓解疫情。不过国旅补助原本的用意就是要提振观光，那么现在呢，少了人口最多的东京参与，效果恐怕会打折扣。過去最大293人の陽性者を出ました。東京疫情節節升高，17号再创新高，再增293例，其中还包括一名皇宫护卫官，令人心痒痒。日本当局为了提振国旅，预计22号要上路 Go to Travel， 也就是国旅补助方案，现在却因为东京疫情刹不住，出现法夹弯。東京発着の旅行が対象外に、皆さんどう受け止めているんでしょうか。当然そこは東京対象外にして感染を抑えるのが第一だと思っています。他も出てるんで、なんで東京だけなのかなと思います。日本的国旅补助方案，只要是日本国民都能申请，每人最高可拿50%补助金，每晚住宿补贴2万日元，约台币6000，而且不限次数。但东京居民现在只有羡慕的份，就连外县市居民想要去东京玩也没了补助，不少人连忙取消预约。有业者一下收到200笔取消订房，大家都是喜忧参半。悲しいところなんですけれども。仕方がないのかな。お客様は安心できるんじゃないかと思います。千叶县馆山市这家饭店有40%客源来自东京，比起赚钱，还是希望大家住得安心。另外，国土交通大臣也说，国旅补助剔除东京，振兴效果会大打折扣。但比起经济效益，防疫还是第一优先。文秀斌。全球疫情继续的延烧哦，该不该戴口罩还引发了论战。世界卫生组织 WHO 在6月初终于定调，戴口罩是有助防疫的，呼吁大家在公共场所戴口罩哦。那么其实各国也都证实了戴口罩真的有用。没有想到现在疫情全世界最惨重的美国，到现在还在为这个问题吵翻天。全美超过一半的州，包括了纽约、科罗拉多等26个州，已经明令要戴口罩。但是乔治亚州却是反其道而行，禁止戴口罩，引爆了地方跟州政府的内战。而美国最大的零售商沃尔玛在15号也规定上门就要戴口罩，偏偏有一名女子她就是不戴，最后被请出去，她还气得破口大骂。佛州一名女子去沃尔玛不肯戴口罩，被店员请出去，她越骂越大声。沃尔玛在全美有5000多家，2/3已经规定顾客上门戴口罩。15号更宣布，旗下全部超市20号起通通都要戴。但是碰到死不肯戴的客人也很无奈。Today, I'm signing an executive order that requires that every Coloradan aged 10 and up wear a mask or face covering. 美国疫情严峻，科罗拉多州、阿肯色州16号正式下令，要求民众在公共场所戴口罩。但这个明确防疫的小动作，却在乔治亚州引爆内乱。共和党籍州长坎普15号下令取消戴口罩的规定，只能强烈建议，引起许多市长反弹。Simple thing to do, it's an easy thing to do, and we will just continue to push and ask people to do it despite the disagreements that we may have. 亚特兰大、萨凡纳等至少4个乔治亚州大臣都强烈重申，不管州长怎么规定，他们会继续要求民众戴口罩防疫。而这种上下不同调，把防疫政治化，起因于有些州认为口罩令侵犯个人自由。幸好纽约州防疫政策非常明确，州长古默跟好莱坞影星摩根·费里曼联手，持续推动戴口罩运动，希望拯救更多宝贵的生命。杨振平编译。邮局开放购买3倍券，明天将会碰上第一个星期6。无论身份证字号的末码是单号还是双号，都能够去购买。中华邮政公司就预估了，因应上班族平日没有休假，周6的领券人潮恐怕会爆量到150万人，是一大挑战。为了疏解拥挤的人潮，邮局在18号跟25号这2个周6，全台湾总共有1269间邮局都会全天候的加班营业。你要领券吗？对。全民疯领3倍券，这下也让邮局人员忙翻天。尤其18号周六当天开放身份证末码，单双号都能买券，当天可能涌入150万人申办。1、2、3、4、5。 好，这样1000块，就怕人潮挤爆邮局，各地邮局超前部署。除了设置排队起点和领券等候区，还要有专门的排队动线，把部分邮局上半天还有的储汇业务跟领券专柜做分流。在18和25号这2个周六，原本就营业半天的282家邮局，服务时间改为整天；而周六不营业的987间邮局全天加班专卖3倍券，全台1269家邮局都加班。为了鼓励同仁，中华邮政公司 也会统计领券期间，全台业绩最好的前20%的单位，每台发券设备发放1000元奖金。那么每一台发1000块，跟大都市比起来，会不会到最后奖金都坐落在大都市？那么在偏乡地区，搞不好它刚好是 碰到这个假日啊，很多游客涌到偏乡去啊，也有可能就在当地就领了。3倍券开放购买，面临第1个周六假期，中华邮政不敢大意，全台加班营业因应，期望能疏解买券人潮。记者纵报道。 指考成绩出炉了，今年国文还有数学科偏难，数甲顶标更是掉到了60分，创下了近5年来的最低，堪称是大魔王。而这次呢，只要英文、数甲跟物理3科超过33分，就能够填志愿。尽管各类组平均分数呈现下降的趋势，不过想要拿到1科的门票，5科的最低原始分数呢，还是要达到414分左右才会有机会。专家估计哦，今年因为受到了疫情的影响， 生物科技系将会成为黑马，而观光餐饮类则是看点。收到成绩单，指考生没闲着，赶紧找落点分析，因为今年顶标变动实在大，化学86分跟英文82分创下近5年最高，然而大魔王数甲顶标只有60分，创近5年最低。我对答案的时候，就是我也不知道自己详细几分，因为很多都用猜的，就随他去。因为朋友也觉得怎么这是数学那么难。 怎样才能填志愿？76种采集组合当中，今年最低只要英文、数甲和物理原始总分达到33分以上，就达登记标准。一类组的话呢，分数会下滑大概14分到17分左右；如果2类组的话呢，也会 往下跌，大概是7分；3类组会跌6分左右的分数。各类组平均分数下滑，但想拿到1科入场券，原始分数初估至少要414分，预估台大要443分，阳明大学436分，成大431分。这与同样抢手的台大法律落在450分左右。采集国英数以3科的台大财经，3科最低预估要273分，而且台大资工有望在今年超越台大电机。 生科系的那个选择它的那个比例是往上升的，一些观光旅游的科系，可能因此呢填报人就会比较少。 提醒考生，网络登记志愿从24号起开放到28号，为期5天，8月7号放榜。专家也建议，梦想志愿抓30个，接着40个正常填，最后再加上30个保守志愿。毕竟明年就是末代旧课纲了，要重考压力恐怕倍增，好好把握机会，规划校系最重要。记者陈如、蔡玉如台北报道。